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道说法华经，今天讲第二课比喻品。今天的内容它主要是运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修行的法门它里面的奥妙。在正式开讲之前，还是按我们的方法调整姿势，站桩打坐睡神仙经行等等，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整姿势。打坐呢，一般分成盘腿打坐、上盘、单盘、双盘都可以。如果不能盘腿的话也没关系的，可以正坐，就是用一个凳子直接坐在上面。只不过有要求，如果是坐在一个板凳上面的话，应该是尽量少坐一点，坐在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可以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腰背可以挺立起来。如果我们一个沙发人坐得很进去的话，我们这个腰就没办法挺立起来，就有可能是弯的。如果我们腰不伸直的话，弯着的话，那我们后边的这个督脉就不容易通畅，然后也会影响我们的小腹部，小腹部的丹田，小腹部的经脉它也不容易畅通。所以说把这个腰挺立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姿势，然后才是去放松，牙齿微微分开，舌头可以抵住上颚，也可以微微的悬在口腔的中间。如果等一会儿，当我们口腔产生唾液的时候，分成三次吞下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因为在修炼的这个打坐的过程之中产生的这个唾液，它和平时是不一样的，它对人体 有特别的养生的作用，养命的作用，是一些特殊的物质，所以说我们要重。然后呢，如果是希望增长功力更快的，可以采大站桩的姿势。我们现在要求的站桩是自然的站立，就是你平时两脚与肩同宽这样站，然后那个两个脚的这个大拇指可以稍微向外，有点微微有一点外八字这种姿势。然后这个膝盖是似弯非弯，就是好像可以稍微弯一点，不要太直。因为我们的人体如果保持这种有点像一个太极图，它就容易保持放松。然后特别要调整自己的面部的表情，微微的有点微笑的感觉，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放松了，心情也变好了。然后要头顶青天，脚踩大地，有那么一个气势出来，然后全身放松。其实放松的方法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只要在心里默念放松，想着头部放松，颈部放松，胸部放松，背部放松，腹部放松，腰部放松，然后是手臂放松，手指放松，就这样想一下，好像能够看到身体在放松，
大腿放松，小腿放松，脚放松，去观想一下，整个全身好像变成了那种天上的白云，或者是那种很散开的那个棉花，洁白无瑕。这样观想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很放松，很放开。身体放松之后，心灵也就跟着就放松了。所以说，身心灵，灵就是灵魂，也跟着放松了。它是三位一体。可以观想自己在山上打坐，或者在站桩，也可以观想在一个洞天福地。洞天福地是道家特有的概念，就是一个人修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之后，他可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洞天福地，过去称为神仙住的地方仙府。我们可以观想自己就在那个仙府里面站桩打坐，这样把姿势调整好之后，我们再来听我们的这些开示，就容易进入，容易获取这种加持的力量，获取太乙救苦天尊对我们的加持，我们就容易从有形的慢慢步入无形的，从有为的慢慢转化为无为的，它就是这样一个转化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经常这样训练之后，它就慢慢转化过去了，它不是有意为之，就是具体什么时候能转化过去，不必给它定一个时间，这叫功到自然成，就是只要去下功夫花时间在上边，慢慢就修成了。特别提醒一下，有的人他自己身体有些地方不舒服，他想调身体，那么他在这个听的过程之中，他可以观想，想着师父的这个手掌就在离他那个疾病很近的地方，一寸或者五寸的地方，很近一尺的地方，发出万道金光，把那个不通畅的经络不通畅的那个地方照亮。很多人他照亮之后，他可能不可思议的就好了，不痛了，一般的疼痛类的很快减轻了就好了，如果是稍微严重一点的，它也会减轻。另外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他想为自己的家人、亲人，或者是说好朋友身体不太好，他要帮助他，有利他之心，他也可以观想，观想师父的手掌放在他知道的他这个想调理身体的这个人的那个疾病的上方，三寸五寸或者一尺两尺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发出万道金光，把它打亮，观想一下，不一定能观想得很清楚，哪怕有点模糊，观想的不太清楚，但是他只要去观想就可以了。观想这个过程也不一定要观想很久，观想一分钟两分钟，它就能够自动化的起作用。这就是当后天进入先天的这个意念之中，它就有这个作用，它就能得到一种加持的力，这种加持力就可以调病，甚至很严重的、很疑难的，用这个现代的医学还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就自动就解决了。因为它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去解说为什么，这个没办法去解释。但是用量子力学，这个量子科学它讲的是有一个理论叫量子纠缠，倒是有一点解决。量子纠缠它可以作用在千里以外，甚至跨星系，比如说地球对月亮，地球对火星，甚至银河系，甚至我们这个科学都到不了的另外的外宇宙，它都可以影响，因为它超越的这个空间。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么有这么一个量子学说的话，我们就能理解这种加持力为什么有时候一下子就实现了，很严重的情况都解决了。然后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我们就放松自己，心情很轻松，慢慢从有为进入无为，来接收，来听这个师父的开示，口传心声，这样我们就得到的特别多。因为今天的这一篇是那个《妙法华莲华经》里面讲解的这个以比喻的方式来进行开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仅是古今中外，也不管是佛教道教，他在解说一些很重要的法门的时候，他都要通过一些比喻作为指月之手，这样容易让大家能够更加领悟，更加开悟。只要能令大家开悟，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这是一个前提。如果不能开悟的话，那用什么方法都不可以。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一个方便品嘛，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学生叫做舍利弗，舍利弗呢是那个世尊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实际上已经修到了，按印度佛教就是叫做阿罗汉，无学，按我们的这个中华道家就是到了神仙的这个层面了，进入无为状态。其实他自身的修为是很不错的，他听了之后就很高兴，心情他就起立站起来，然后很恭敬的行礼，师尊，然后他就说下面的话，就说啊，今天能听到师尊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心里面感觉前所未有的喜悦，得未曾有，那过去没有过这种经历，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我们有的同学跟我反馈，他听了这些开示之后，有很多身体的变化，心理的变化，灵魂的变化，很多很多的。以后可以请他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做分享。这个舍利弗他说，我从就是拜师以来，跟着师父学习嘛，天天听，有空就听，非常刻苦的学习。然后呢，听完之后就自己一个人到山林树下去打坐，或者是去行走，让自己的心念专注一心，进入那个定境之中。他就在想，为什么这个世尊当时传给我们的是叫做小乘法，而现在开始传的是个大乘法，他感觉有点不能理解。其实原因就是当时先传小乘法后传大乘法，是因为每个时机那个时空点不一样。因为当大家都不懂这个高端的修行法的时候，他就要教大家自己怎么给自己修除那种禅定，这样呢自己有了很真实的感受之后就有了信心。所以说小乘法是什么意思呢？小乘法就是一个人到山里面打坐，不管其他人，这是小乘法，它就是主要以自我修行为主，这是2500年前的一种修行方法，叫做小乘法。然后这个《法华经》呢，它讲的是大乘法。大乘法是什么法呀？大乘法就是以利他为主，就是发利他之心，帮助所有的众生。当所有的众生帮助好了之后，一看自己，自己也已经超越了，就是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之中超越了自己。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护法队，义工护法队，其实这里面的很多队员们
行使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乘法。为什么是大乘法呢？因为他们每天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在微信上去加人，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他放到邀请到我们的群里面来，到了群里面，然后每天有时间给他们转发我们的课程、我们的连接、我们的专项、道法、祈福、操作。哎，这些人突然有些人就得到了启迪，就开始来学。我现在就发现很多人就是因为义工的努力，就有很多很多的过去不懂的这个上过修真的人也在修真来了，这样呢就帮助了他人，度化了他人。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自己忽然就有义工队里面的一些成员去反馈，突然发现自己的境界在不断的提升。有一个义工，他就过去从来没有的体验，他就可以到了天外天，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世界，他是过去从来没想到、从来没看到过的那种大海，而且大海上面飞舞着那种飞龙，是过去想都想不到的，非常的美妙，觉得啊，真是前所未有。这就是在利他的过程中得到的。他自己还因为做这些事情，然后平时还要工作还上班，所以说他还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打坐和站桩，就是听课和做这个义工，结果有这么大的收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大乘法确实是不可思议，就是以帮助他人而获取那个能量和功德，然后反馈到自己身上，然后突然超越。这个真是，这就是《法华经》要告诉我们的真正的大乘法的奥妙，在这个地方。我闻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以往皆已除，昔来蒙佛教，不识于大乘。佛因甚稀有，能除众生恼，未得漏尽，闻已除忧恼。他以这种诗句的形式，过去古代叫做集子，以这种形式来表达他的心情和他的那个修学经历。过去古代人们就习惯于用这种方式。看我们中国最辉煌的诗句是那个唐诗，后来到了宋朝又发明了这个宋词，这些都是在文学上很有成就的。这个经典里面之所以成就很好以外，它这个文字也是很优美的，所以说我们学习要广泛的学习。说到这里，我就前几天看到那个有一个群里面有一个人发了一篇文章，他说的什么呢？他说的是一个人要恭敬这些修行的，特别是出家的，或者是说披上了袈裟的。哎，他这个话呢说的好像还没有毛病，但是他接下来怎么说呢？接下来说，如果你发现了这些披上袈裟的人哪怕有罪过，你也要对他恭敬，哪怕他没有知识不懂修行，你也要恭敬他，把他当成师父。这个就有毛病了，这句话。其实我们从古至今真正要寻找的不是那件衣服。为什么说呢？我们去看看那个我讲的《道说六祖坛经》，就专门有他曾经得到了那个达摩的衣服，就一件衣服袈裟，是从印度带过来的。结果到了六祖这里，他就发现有毛病。有什么毛病呢？人们就认那个衣服，而不认这个善知识，不认这个真材实料的这种法门，这种修学的修为，他不认这个了，他就认那件衣服。谁的衣服穿的华丽，穿的所谓的庄严，他就认这个。到了寺庙里面，看着那个像，那个佛像，哇，不得了，好高好高，上百米，大的不得了，哇，他一下子镇住了，就认这个外相，这就是做了魔相。《金刚经》早说了，
无事相，无众生相，无我相，无人相，无寿者相，就是不要看外面这个东西，看里面。真正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尊敬的是那个善知识，是那个掌握法门的那么一个老师，我们去亲近他，去尊敬他，向他学习，那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人又有罪过，又没有德行，然后出口成章，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东西，结果呢还要对他五体投地的崇拜，还要对他恭恭敬敬的，甚至他造了很大的罪过还要对他恭恭敬敬。然后呢有人不了解情况要进到他那个里面去，还不提醒别人，这是什么？这成了帮凶了。这就是当年世尊下的预言，到了魔法时代这么邪事这么多的，因为大家都没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看到邪事说法也没有出来告诉旁边的人说，哎，这个人好像是个邪事，搞不懂他说的什么。第一，不让我们开悟，不让我们拥有智慧，不让我们多学习经典，我们不学习经典不能开悟，不能实修实证，那还学什么，修什么行呢？所以说我们要抵制这种思想。大家以后再看到任何人有这种想法这种说法，一定要明白这不是什么修行人，这只不过是穿着一个华丽的袈裟而行魔道邪道，一定要远离，不仅要远离，还要身边有人去向他学习，一定要提醒一下，一定要提醒他，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遵从真正的大圣人告诉我们的金刚经，这些都是大圣人亲口说的话，不要看外在的，看里面的，看智慧，看德行。像道德经讲的就是德高则道隆，德成则道成。所以说为什么利他，利他就是在修德。为什么这么多义工，他们做了义工之后，在帮助人的时候，在家人，在邀请人到我们群里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修为突然又上了一个境界，然后他又加紧做这些，帮自己超度，帮自己的六亲眷属超度，帮这个自己的这些同事同学超度，甚至那些同事同学都不知道有这个事情。这种利他精神，这才真正的道德，可以不断的提升。这就是小乘和大乘的本质的区别，就在这里。就是一个是那个舍利弗，他一个人在山里面去打坐，另外一个人是在这个红尘滚滚之中，在帮助一些人，而且帮了之后别人还不一定了解，不一定知道，然后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在度那个人，让他进来修行修真，这就是大乘。所以说这是甚为稀有的。所以说世尊他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说他这个法门确实是人们不容易理解，非常的微妙，非常的稀有。之所以微妙，就是人们的本质他容易有自利之心，自私之心，而现在要把自利自私这一块放下，然后变成利他为主，从小我进入大我，从大我进入无我，在这个无我的状态彻底的无为，这是很微妙的，也不容易做到的。当然也有人过去是修得好的，他一听他就明白，他就马上就做到了，这种也是有的，这叫顿悟。为什么有见悟和顿悟？见悟就是你告诉他很久很久他还是 不太知道，然后他慢慢去寻，慢慢去体会这个人间的这个疾苦，哎，他慢慢知道了，这叫见悟，他自己也慢慢修出来了。对我们道家来说，他对内修出了内丹，对外修出了这个德行，两方面都有了，不知不觉的，这是要渐修，渐渐的，一点一点的，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走，
另外有一种人很奇特，他上一世上一世学得非常好，他一听利他，这个 不难做到啊，一般人旁边一听这个人是傻的呀，不懂得自利反而去利他，他就是顿悟，他一下子就相当于打开了他通向过去灵魂里面那个记忆，他过去就这样修的，就是以利他为主的大乘法门。然后这个世尊就对这个舍利弗开示，就说舍利弗，你呢其实并不是这一世才跟着我学，你在过去世你就在已经学了很多的事，只不过你记不住了，你不断的这个轮回，你前面 你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实际上你已经受了这个学，所以说这一次你才能够直接到无学这个境界，而且你在未来时，就是未来很久远之后，你会进入一个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劫，就是一个时间段嘛，而且你会供养很多很多的善知识，就是师父大修行者，他会供养很多，供养多少呢？千千万亿，这个数字就很大，一千个善知识，一万个善知识，一个亿个善，那就这个数量，我们人类可能有点想不过来，因为我们人类的这个智慧或者这个思维方法还是受到了这个肉体的身体的局限，所以说我们想几世纪几百世几千世有点想不过来，而且他一直没有学的邪法都是正法，所以说他已经具备了从小乘转入大乘，而且跟他授记说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印度就叫佛，我们中华道家就叫做大罗金仙，也就是说你预言他你以后就会成为大罗金仙没有问题，就是如来叫做华光如来，像我们中国就有道家就有华光的一个天尊，正遍知就是无所不能，那个法身无限，成为天人师，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老师，他就跟他做了个预言，你在将来那个国土叫做离垢，非常的庄严安稳丰落，大地也非常的平顺，常常有各种宝物宝树，那个地方的人修学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很多大修行人都愿意来帮助他在他那个国土，这是他做的一个预言，一个受记的未来事件，他将拥有大神通力，成为一个大善知识，精通一切的法门。什么叫精通一切的法门呢？就像那个慧能一个字不认识，也没看过那些什么这样经典那样经典，他没看过的，他不认识字嘛，他到了打柴，突然有个人在那里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一听开悟了，然后呢他觉得还不行，才刚刚入门，然后他很谦虚，到了那个五祖那里又学了很多，哎，突然五祖选接班人，让他们每个人说个偈子，他的大师兄说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他一听觉得不究竟，为什么呢？还是有形的东西啊。身是菩提树，说明身体像菩提树这么高大嘛，当然已经跟凡人比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是有形的呀，还没真正到那个无形的境界，还不究竟。他就写了一个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就把这个全部看空了，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色空可以转化的，道德经早就告诉我们，这整个宇宙它是从道里面生发出来，这个空和有都
都是道的两面，阴和阳的两面，它都属于道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一部分。这个有和无都是组成道的一部分，阴和阳仅此而已。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每个人从本质上来说最后都是大罗金仙。这就是这个法华经开示的，就是不要再修一些比如说讲修小乘的地仙人仙，不要讲修这些中乘的神仙，直接修大罗金仙，直接做最上层，就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的最大奥妙就是供养和布施，做利他的这么一个意思。他反复在宣讲，然后用各种比喻来宣讲，然后舍利弗他就知道了，回忆起来了，他其实在过去是已经用他的财富供养了很多很多的善知识，然后用他的身体用他的体力去帮助这些善知识这些师父他做供养，所以说他能一步一步的修到这么高的无学的境界。然后还有很多天人天龙夜叉等等等等，那些无形众生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们把自己很华丽的那种金光闪闪的衣服脱下来供养世尊，感到啊，今天听到的这个确实前所未有，非常好，这种法门很值得我们修学。大家都表示随喜。什么叫随喜呢？其他人做供养他看到了他也很高兴，他表示随喜，他也手上有什么东西他也做一个供养，不管是大是小一切随心，这就叫随喜。真正的随喜就是没有大小之分，而是他的一片心意，他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自私的心。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做这个利他的过程之中，他自己就忘掉了自己，没有自己了，那就进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境界。一个人能够修到没有自己，那就在庄子里面叫做坐忘，在那里坐坐坐坐坐，哎，忘掉了，忘掉了自己，再深入进去，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再深入进去，身体不见了，再深入进去，自己坐的那个房子不见了，没有了，一步一步的整个世界消失了，消失的越彻底，境界越高，他的那个灵魂可以向天拔地，自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神通，自然就有了，不是追求来的，不像现在很多人去学各种各样的法术去追求，很多人可能反而被附体，因为在学习一些法术的时候容易产生附体。所谓附体就是一些也在修行的一些动物啊，一些灵魂啊，他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个人间的这个身体，他没办法，他又不能这个轮回去投胎，他就附在一个人的身体上，然后有的恶劣的他会控制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可能就表现异于常人，或者是会疾病产生，或者是走背运，而且一看那个气色黑黑的印堂发黑的，然后整天没有无精打采没精神，这些都是附体现象。如果遇到了一定要早点超度走，越早越好。当然只要做这个专项的太乙救苦天尊的加持都是可以超度走的。然后世尊继续说，舍利弗继续跟他说，有一个人是一个老年人，七八十岁了，已经很老了，身体不好，但是呢有无穷无尽的财富，有很多的田园土地房屋，然后有很多的奴仆佣人，他的房子大得不得了，但是他住的家呢只有一个门，进去之后呢里面很多人，他家人佣人加起来有100、200、500人都在一个房子里面住，年久失修之后呢，那个房屋突然有一天燃起来了，烧起来了，房屋要垮了，
要倒掉了。这个老年人的他的子女们也有很多，有10个、20个、30个，在这房子里面，住在房子里面。那个长者，老年人在外面一看，不得了，这么大的火，心里面非常的惊恐，那不把人烧死了，怎么办？他就想，我倒是在外边的。但是这个房屋里面的这些，他的孩子们、亲人们都在里面。这个房子只有一个门，门这么小，如果这个火一直燃烧下去的话，那不全部都烧死了吗？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一定要动个脑筋，想个办法让他们出来，不要在里面玩耍。因为这些，他的这些孩子们在里面做游戏很好玩，不想走。那个房屋燃起来，周围全是大火，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种人。就像我们前几天听到的个消息，有的人玩了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这个电脑游戏、手机的游戏，茶不思饭不想，也不想读书，也不上，也不想做任何事情，这还是好的。有的人去玩了一个什么游戏呢？叫做自杀游戏。那个游戏就教这些人怎么自杀，怎么自杀，哎，很好玩，怎么，哎。有的人就入魔了，真的进去了，他真的去自杀，这是非常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说，作为家长的，作为我们修学的人，一定要时时的知道我们的这个世界，它就像一个熊熊燃烧大火的一个房屋，我们人就在里面住着呢，我们只不过在里面游戏，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作为父母的，这个做父亲的，这个长者就心里面害怕。就想，哎，我要想个办法让他们出来，不要在里面玩。他因为有很多的奇珍异宝，他就想到这些小孩子平时很喜欢洋车、鹿车、牛车，现在我就送这些车给他们，送最好的洋车、路车、牛车，让他们出来游戏，不要在里面游戏。那是熊熊大火，随时会把人烧死的，玩物丧志嘛，赶紧出来。他就告诉这些他的孩子们：“快点出来，快点出来！哎，我有最好的东西送给你们。”那些孩子说什么东西？他就说：“啊，有最好的洋车，里面有金银珠宝，有路车，有牛车，你们出来，我就全部送给你们。”里面所有的金银珠宝送给你们，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做游戏就怎么做游戏。哎，果然他这些孩子们一听啊，有这种好事都是他们喜欢的嘛，就出来了。所以说，有的家长他教育孩子他就搞不懂了，这些孩子在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就要用这个试顿的方法，你必须要想到一个方法，可以让他觉得比他耍他那个游戏还要好，这样他才会出来。如果你想不到一个办法，让他感觉到跟着你走比那个游戏还要好玩，那你要想他从那个电脑游戏啊、手机游戏走出来，那非常的困难。比如有个家长，他那个小孩就是把那个老师把他手机收了之后，他又去买一个，又买个手机，又在玩。过一段时间又收了，然后又买一个手机，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钱。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还没，家长们还没想出一个办法，让他觉得还有更好的，比这个游戏好得多。毕竟这个游戏也没什么意思，一时的高兴换来的是学业的荒废嘛，那个没什么好处。未来还有几十年，还要找工作，还要事业等等，那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在这个世尊这里，他的方法就是，这个在这个世界。如果不修行的话，很快就轮回转世，很快就死了。你看，好多明星，最我知道的26岁得绝症死了，然后有一个泰国的一个童星呢，20岁出去车祸，20岁走了，然后30几岁、40几岁的多得很，很多很奇怪、很离谱的离开人间。有一个演那个叫做很出名的，叫什么《金粉世家》里面。演一个
国务大臣的总理的一个姨太太，好像报道三十多岁，在家里突然不小心跌倒了走了。为什么？他家里正好有一个家具，玻璃的家具，他上去咔嚓一个振作，这是为什么呢？福报，我们人类一定要广积福报。任何人之所以还能活着，我们每个人还能高高兴兴在这里学习，要珍惜这个福报。没有福报就没有生命，生命是建立在福报的基础上的，福报更升级就是功德。所以说那个梁武帝问那个达摩，所以有没有功德？达摩说没有功德。你有什么功德？他说我修庙，然后捐了很多钱，然后又供养了很多那些出家的人，怎么会没功德？很不高兴。他说你那个不是什么功德，有点福报而已，还早得很。然后再沾沾自喜的拿在嘴上来炫耀的话，那更加没功德了。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要珍惜每一次学习的这个福报，这个福报就决定了我们能够成就到什么层次。如果福报用完，那就一切结束。然后出来之后呢，这个长者很聪明的，他说既然要留住这些他的这些孩子们，不要再进到那个火灾里面，不要再继续玩游戏了，那太危险了，周围都在熊熊燃烧的大火，那不是太危险了吗？他就准备送一个更好的车给他们，结果送了一个大白牛车，就是最好的那个古代印度最好的那种白色的皮毛非常好的那个牛，非常的健壮，那个车呢非常的华丽，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都是他们最喜欢的，比他最先承诺的那个车还要好。他这些孩子们就高兴了呀，就决定不再进入那里面。这就是一个比喻，就比喻我们其实这个整个三界欲界，这三界就相当于是火灾。为什么这样说呢？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都要死掉，从出生开始就在嗷嗷大哭。为什么？说明这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圆满不如意的地方。然后很少有人能活到100岁，活到60岁都不错了，活到70岁80岁90岁的人，从整个人口来说的话是不多的。虽然我们现在好像有点多，在古代的话很多皇帝没有活过30岁的一大把，太多了。就不要玩这个游戏了，这是什么游戏？这是轮回的游戏。在这里面轮回生老病死苦恼啊，有的人倒是寿命很长，身体生病了，然后有的人突然得了绝症吓死了，有的人这些都还好都可以的，然后呢经济上又出问题了，然后吃了上顿下顿都担忧，这种人很多。比如说看看非洲啊，还有很多偏远地区山区吃饭都很问题，到了冬天没衣服的，说明这个世界它有很多的不就近的地方。所以说早点发一个大愿，今生出去。所以说我们道家最讲究的是就是一生修成，不要去轮回转世转好多次，没有必要。今生我们希望所有的同学就要听这个课之后就发一个大愿，用这种道家修真的方法，今生哪怕现在寿命有的人40岁，有的人30岁，有的人50岁，有的人60岁，也有的70岁，不要管这个，不管余下的时间有多少，今生修成，下这个一个大的这个发愿是很重要的，然后努力专注在这一点上，不要再去浪费时间。时间是不多的，生命在呼吸之间，很多意外呀。就是昨天我一个同学，他就说他的一个表弟做那种装卸工人，30岁，在装卸的过程中突然一个意外，那个装卸车掉下来多少吨的东西啊，他全部打到了身上，全身打得很烂，当场死亡。这是一个真实的，就是昨天晚上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的。他说啊，怎么好人命不长啊。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些都和过去世的福报有关，
就是他过去是可能做了一些，这是肯定必然的，做了一些不好的，比如杀生啊之类的。他到了30岁，那个冤亲债主正好找到他，正好他是走背运，插他的这个生辰八字的话，他可能现在的正好是本命年啊，或者是正好是相克呀，这个当天的日子正好是克他的，等等等等，然后那个冤亲债主正好就可以抓住他这个弱点，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要他的命走了。还有一个人更离谱，他去玩那个蹦极，蹦极就是一个绳子捆在这个腰上，然后从山的山底跳下去，然后跳下去之后，那个下面是水嘛，然后到了尽头的时候，他就那个绳子把他拉住的，有弹，有一定的弹力的，拉住的好像就很安全。结果就有一个意外，我们去看百度上去查嘛，就有这种人，很年轻的，好像20多岁一个女子，她就玩这个蹦极，真是不要命了。她的运气不好，正好咔嚓那个绳子断了，当场死亡，没找到，人都不知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尊很着急，最后用这个火灾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而一个大善知识，他是一个大善人嘛，大善知识看整个众生，就相当于看他自己的子女，他这个不是年龄的问题。就像一些修学很高深的这些大修行者，也许很年轻，但是其实他的这个修学的这个修为，那是以千年计算，甚至以万年计算。所以说他看这些人，这些人都忘掉了过去，不断的轮回嘛，就相当于是他的子女，他就这样看的。所以说他就希望这些全部从那个火灾里面拖出来，不要在里面玩这个游戏了。这是什么游戏呢？是一个很危险的游戏，是一个六道轮回生老病死的游戏，是一个烦恼的游戏。所以说他希望这些不要玩这个游戏。就像那个我们去看那个韩国很多电视剧，很多人喜欢看，我们看多了，你看一部你可能没有感觉，你看他个3、5个、10个不同的这个电视剧，你突然发现他们在玩游戏。玩什么游戏？玩情感的轮回游戏。里面的男主角女主角往往会一会儿给 A 好了，然后闹矛盾咔嚓结束，然后给 B 又好了，又过一会儿又有矛盾了咔嚓结束，然后又和 C 然后又好了，又咔嚓结束，然后又回到 A 又好了，然后咔嚓结束，就这样玩游戏啊。大家不觉得是个游戏吗？这叫什么？这叫情感游戏。这个游戏也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所以说真正把这些道理搞懂了，这个游戏也不要玩。人间的很多游戏，什么生老病死疾病，这是一个游戏，各种情感的变化，这是一个游戏，还有都是喜怒哀乐，痛苦快乐，痛苦快乐，这是个游戏。不要再玩这些游戏，要进入一种彻底的解脱，一世成就，然后求生东方长乐世界。这就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在整个轮回转世中，虽然我们都忘了，但是同学们之间能够一起来听一种法，大家还很喜欢，那肯定在过去是都是亲人啊、同学啊、朋友啊，甚至有的人可能是父女啊、母女啊、母子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因为这个轮回时间是太久太久，大家都遗忘了。但是我们道家很讲究一个缘分，没有这个缘分就不可能在一起学习，比如在一个群里还可以聊天，天南海北，一个在这座城市，一个在那座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可能有几百里、几千里都有可能，这是很奇妙的。所以说要珍惜这种奇妙的道理。这个舍利弗听了这个世尊的开示之后，感觉心里面的那种惊异啊、疑惑啊全部断出了。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他是学小乘，现在啊又感觉到应该进入大乘，叫做回小向大，就是自己修好了，现在要帮助人，越多越好，不断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有的门派，比如说这个西藏密宗，他的修行真正有成就的一些师父，他不离开这个人间，他靠什么？他转，他和普通人不一样，他选择下一次我就投在什么什么地方，提前走之前就告诉了他的这些弟子们，然后他走了，这些弟子又过多少时间去找，哎，果然就找到他当时走了之后那里投生了一个小孩，然后把他生前的一些他最喜欢的一些东西放在那里，那个小孩用手一抓，哎，正好就是他那个最习惯的东西。这就是有选择的，为了就是能够让大家学到正法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我的师父当时他就跟我讲，他在这个修炼到一个最高境界的时候，从这个原生出窍到了一个一片净土，他就曾经多次和西藏密宗的他们的创立者莲花山，他们就有一种交流，他们就互相探讨自己的学习的方法，包括修炼的这个咒语，修炼的这个手印，修炼的这个各种怎么度化人们的一些方法，发现互相都有所启迪，互相都有所学习，而不像我们人间的互相把对方说的一钱不值，去攻击对方。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末法时代呀，末法时代的人都很狭隘，很自立，哪怕他打着穿着那个衣服，也不能代表他分别心非常的重，他反而说别人很重。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没什么实修实证嘛。现在的人，我们就要放下这些后天的之见，进入先天之门，做好自己，不要管别人。我们只要不断的去做自己该做的这种布施功德，不要有一点点的私心，然后发一个大愿，我们终究一生成就的。成就之后，如果愿意觉得啊，我要去再帮助人，那叫道家慈航，有选择的，来了之后，很快就会可以回忆起自己的前世，那就不会是一个无名状态。无名状态就是完全记不起、记不住、不知道。他后面讲到这个，继续讲。就是未来的这个舍利弗，他后来证了大罗金仙，成为这个华光，华光如来。他在人间的时候呢，曾经是一个王子，但是呢，他觉得这个人间的这些什么富贵啊、荣华没什么意思，很觉得没趣，不想玩这个游戏，他就放弃了他这个身份地位，然后就开始独立的修学。然后又修了很长很长的十二小劫，非常非常的长久。那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修了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于我们地球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那个长度，他最后修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去了。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预言。期间，他在这个为了修学成功，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因为他每一次都要遇到一个师父嘛，他只要遇到一个好的师父，他认可了之后，他就会做最好的供养恭敬，然后他对这个众生布施，这样他就慢慢慢慢的通过这种供养善知识和布施众生，他突然发现自己空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对这个物质世界没有任何的，像过去老想抓住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最后进入定境之中，发现整个虚空粉碎了。这就是道家的一个大罗金仙的境界，叫做虚空粉碎，大罗平成。我们想想，
人们都觉得心胸要如虚空，就好像修得很好，确实修得很好。但是到了道家的这个大道境界，是虚空粉碎，而且虚空都不存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打破了空和色，打破了有和无，打破这个，在印度佛教的境界就是最高的果位了。在我们道教就是大道境界了，已经。所以说我们要走到那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大家听了之后，就一定要下定决心，一生成就，不要再去玩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的游戏啊，生老病死的游戏啊，疾病的游戏啊，情感的游戏，这些都是游戏，这些游戏不好玩的。为什么呢？人如戏太深，很难受，很伤人的。所以说下定这个决心之后，我们就按照我们得到的这个法华经，这是大圣人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已经没有了具体的那个佛教的具体的方法，已经没有了，失传了。所以说我们一边听经，一边按我们传授了5000年到10000年的这个上古修正的方法来修，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些古代的儒家、佛家、道家的所有的最高段的这些修行方法，我们就全部可以得到，一生就成就了。好的，今天我们就先开始到这里，我们现在要收工，把两手捏拳，这个成果非常重要。收工就是在收一个成果，什么成果呢？得到了这种加持的成果，得到了这种开发智慧的成果，得到了打开这个通道的成果，我们要把它守在自己的灵魂里面，收到灵魂里面，收到下丹田，结成一颗小小的金丹，将来是有大用的。现在全身用力3次，第一次，第二次用力，第三次用力，太极天尊大慈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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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